样是请走各分会，希望各分会能传承国立四个会的宗旨，一起来把我们服务，把我们大家一起服务发扬光大。所以他更希望推动 LCIF， 他知道 LCIF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基金，他觉得捐 LCIF 我们可以帮助到全世界需要帮助的人。有的事情我们听到或者不知道，或者我们看到或者看不到，但是唯有透过 LCIF 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的，是不是？所以